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卷头发的卷筒怎么用。一、卷发时建议头发保持七八分湿发的状态，取适量发丝围绕卷发筒绕上去，想要内卷就往内卷，想要外卷就往外绕。二、头发卷好以后，等待15分钟左右，头发干后取下卡扣，顺着之前卷的方向取出。取下后建议喷一些定型喷雾，可以达到持久的效果。以上呢就是卷头发的卷筒具体操作。